面中看到路况一片惨状，机车零件四散一地，安全帽也飞出。路面上一男一女倒卧在地，还有位男子坐在一旁惊魂未定。带您看一段现场画面。啊，车祸了。道路因为车祸，车辆无法通行。严重车祸发生在新北市17号晚上9点多，余姓男重机骑士载着张姓女友行经中正路时，撞上疑似违规穿越马路的帅姓男子，导致骑士女友甩飞重伤。送医后，行人帅姓男子急救后不治，而张姓女子仍在急救中。据了解，中正路446号前没有行人穿越道，帅姓男子疑似没注意到路况才发生憾事。另外，余姓重机骑士则是轻伤，而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。